活又臭又长，这没包袱就别老湿了一次。逮着蛤蟆钻出尿来，包袱不好使，你糟蹋他干什么？你您在那社会脱不脱？脱去别人了。弟弟，少发点抖音吧，多练练基本功。
不是吃鸡眼了，这叫周桌呀。没有烧鸡怎么能吃鸡眼呢？这就是队长的包袱啊。不知道怎么被企鹅吗？不知道吧。外行了，外行了，没逮过企鹅呀。首先来说，去南极的时候你得带着一个塑料盆，带着一根棍，带着一根绳子和一条鱼。到那儿拿这个棍儿，把这盆立好了，绳子拴在棍儿上，这边哎搁一条鱼，就藏在那冰后头。企鹅一进去，叭一来，企鹅就到里边了。你收获了一只企鹅宝宝，就有企鹅肉吃了。对，哎，告诉你企鹅怎么说啊？说呀 ，QQ 嘛，阿姨。年的学徒是什么状态？你得在师傅家里边帮人家打扫卫生，倒尿盆，做饭，这不得干吗？喂狗，倒尿盆没倒，都喝了。师娘，尿，行，回去吧。师傅，尿。不是呀。猪这个包袱该怎么翻？不好笑。老话说得好啊，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说的就是咱们两个人呢。我就是那个戏子呀，我就是那个老婊。你好，你好，拉了手了。哎，知道为什么要健身了吗？有些包袱啊，不用语言翻，这多省事儿啊！您是什么？我是老铁吗？唱戏的戏曲工作者，哎，我说出来，多谢，掐又不熟，又不是又嗓子眼儿掐你，说话呀，逗啊，说话不是啊，曹国祥，我不干了，凉不凉啊？去到北京，教给您两个字儿，迅速的融入到这个北京人的这个语言环境。哪两个字啊？您那，您那，哎，对了，啊，特别像北京话，是吗？哎，吃了吗？您那，哦，这后边加一个，哎，像不像？有点老北京的那个味道。哎，对了，老北京，吃了吗？您那，您那，干嘛去？您那，上哪儿去？您那，慢走吧？您那，死去吧？您那。天津也有说点爱说两个字儿，对呀，干妈，哦，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干妈。你是也在长春啊，多认识一点父老乡，要不得让人整死。干妈不是到了东北就是干妈。我怕他们听不懂，天津话为什么翻译成普通话，写出来就是干妈？但是侵略性很强。去死吧您呢。这个干发这个嘎的嘎，哎，那个啥呀发那个哈的音，嘎。嘎呀嘎嘎嘎呀嘎呀嘎呀。怎么坐着修脚方便啊？这叫什么话呀？坐的使的，买错了不就得了吗？脑子呢，弟弟？我他妈有脑子这话我早都给你翻出来了。弄好喽啊！要不说你这活又臭又长，这没包袱就别老师个一坐。逮着蛤蟆钻出尿来。
包不包使你当着他干什么你老说自己的节目不够精彩，为什么不够精彩？那包袱都给跟拉戏似的。首都过去住的是什么人？北京人。再往前倒一倒，老北京人。再往前倒一倒呢？北京猿人。北京猿人。倒到头了，都看见脑袋瓜了。对呀，肯定是北京啊。北京建国以前住的是什么人？清朝人啊。说对了，清朝人啊。从哪儿来的？从关外来的。关外在哪儿啊？山海关以外呀。对呀，清朝人入关之前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东北话呀。对吗？怎么不对呀？那后宫皇上跟娘娘在一块待着干啥呀？干啥呀？你酸吧你。这多么的亲民。那满朝文武那太监一上来有事说没事干啥大家。今天此时此刻我用18岁的我给你捧哏，那就小罗。小罗叫谁？记住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回去。起来没完了是吗？我知道逮了什么时候是一站。这儿没看这儿这么一下呢，这个告诉你打住了，这就打住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以为呢？我在这儿我都没看你。啊，先生，啊，大爷，大爷，我手牌给你了。谁当皇上？我。你当皇上，你也是个暴君。暴君暴你了吗？你还来怎么着啊？此一番东国将之师的法度，哎，太不了。谁害你？反思去，大家伙儿。